都不会玩啊。我观众爱麦块。哎呀，我的字怎么打不出来啊？我要打雪人呐、啊！不是哎、欸，是什么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个我不懂。拍谁？这个我真的看不懂。为什么？答案是什么？熔炉。难受，又换我了，怎么可能那么快？所以啊，啊，这就跟那个啊，那个谁，小石怪一样啊，他那时候已经猜到了，但是他不想猜，他想看我画完。这是什么？看，这个人才画一题。就84分的 S 母，哎，这字选字选得很辛苦哎。全台最大的选字游戏上线喽！我应该改这个标题。全台最大的选字游戏。我们等到这位江大娘画画，我们就江大娘这一轮结束后，我们再换题目。他真的很会画，可是要看是不是抽到他会画的。感觉是打错字，这个不是，是什么？他还在吗？看来他是不在了。还在？咦？还是等一下要再玩动漫？哎、欸，可是他有卡通、卡通跟动漫呐、啊。
我想说什么是猪头？哦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加油！我们再撑一轮。不要啊！哈哈，我死都不拆，怎样？我就是不拆。我就是不拆，怎样啊？我就是不拆啊，怎样啊？然后把这边都码起来。不怎么样。哦，这个烤哦。哇，没有啊，大陆的，啊，他的板也是错字啊，重点是我还刚好打错字才猜对的、欸，这游戏很多次。嗨，菲菲。这是啥？可拉可拉。这题目我不喜欢一堆错字，没办法，玩神奇宝贝更多错字哦。像那个台词，我永远忘记他真正的那个他错的名字叫什么，我一直都记不起来。感谢超级留言，不要难过，我也觉得很烂。我们等下就换了，等下换动漫吗？还是要换什么？说麦块啦，因为太多人了，我们挑没玩过的动漫，还是要玩什么？怎么打不出这个屎啊？白痴哦！
只好制定题目了。我是有看到火影忍者啊，不过火影忍者他自己打题库诶，感觉就很累。哪一个系？我刚刚打对，我还跳到错字哦。哦，哇塞！制定题目，真的，我要想一下，因为要打一大堆题库，你们要吗？动漫，还有火影题啊，不过等下就是要一个一个输入嘛，可是输入又要花一大堆时间哦。那这样题库至少我都知道是什么，自己有做一份完整的麦块题库，这么厉害，完整哦，那就一大堆。就左边的窟窿只是个幌子，他只是想画个窟窿出来，有没有？我是魔物猎人。还真的嘞，耶，结束了，好煎熬哦，离开喽，把所有 YouTuber key 进去，不要，太多我陌生的人，而且我没有怎么在看。你看啊，它这边有预设题库嘛，然后有个自己加的，然后加的里面有火影忍者，可是这是要自己打哎，看要自己，就算了吧。等我一下，我先去尿尿，休息个3分钟，3分钟，我们先去尿尿，去伸懒腰，先去走一走，我们再回来的话。好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所以决定要，你看我把它翻译成中文，然后没有动漫，漫画，对不起，是漫画，不是动漫。然后卡通、漫画、卡通、英雄联盟，
啊，这大声笑到底是什么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是 low 吗 ？low。宝可梦，你们应该。